爸爸说要打，我就给他打勾了，就感觉打疫苗很痛。妈妈一直跟我说，她叫我多喝水，怕会有心肌炎。紧张？不会。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要来打疫苗呢？就想打。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？头晕吧。那你有请那个防疫假吗？没有。爸爸妈妈为什么叫你打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觉得安全吧。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微紧张。多紧张？一点点而已。还没真的。你今天打完心情如何？好，可以了，很好，先坐着。好，有没有想过是全国第一针啊？没有，我有第六个的，所以很惊讶。嗯，那打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就很安心了，可以了哈。很安心了哦。